Yeah.国庆节回去教育你，李子嘉应该挡不过他，不出意外的。中国队基本上都赢了，进八强，卢光祖也赢了。 单项赛啊，公开赛，打不死。那量167吧？没有，172。 还有1米7嘛？哦，嫩高！哇，橡皮掉，硬，贴内，硬。 赵俊鹏，你打不开对面。
这种进攻型选手，他肯定要抢网。我操！咦？打球动作都一模一样。他发球是奈良学的你。对呀、啊。傻逼呀、啊！他觉得那样打不死他，还是他状态好。咦、哎？那咱可以打连冠呀、啊，他顶后场。像像三局啊，第三局他妈第二局得耗一耗李子嘉。对，哎，不是，当回他现在一开始提速，你看，不是啊，你没发现他在打跳吗？对啊，他应该是想打第三局。可爱小奶娘，我估计他得起球打防守。现在开始起球。老粉，你难道不懂吗？滚你妈的！我操！啊！哦！我操，就该起！小丫，就该起！你走。好，看打的太有意思了，不如桃田贤斗。哎，我看，你看现在俩美球都放了这些。啊？Thank you.
那些核废水喝多了吧，都这么软。哎，刘国伦在哪？这场面。